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菜寮站啊、菜寮站啊、三重啊、往那个回龙啊、往南四角啊，这是菜寮站，进入三段150号。那我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对面那一家啊，这个三重派出所隔壁的三重民事简易庭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三重民事简易庭它的正确位置是在哪里啊、它就是在现在走过去的这个全家这里啊、对，再走斑马线过去啊，它那边有一个加油站，就是这一间啊，很清楚啊，很好找哈。如果你跟人家有民事纠纷的话，金额比较小的，都要来这边，这就是民事庭。那隔壁是，我们的那个，这里有一家华春林旅社，华春林旅社，也有住宿休息哈、这边有14路。6621162229292264272739，好，6386361616啊，捷运菜寮站下车啊，你下车的时候，你看对面，它就是那个新北市政府啊警察局三重分局，这已经很久了哈，所以这边公车也蛮多的啊。这边还有8011857820801803，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简易庭啊，简易庭很好找，我现在快步走哈。那简易庭这边，其实那边有出口，小的出口，因为今天在维修，所以我们就不走这个，就走对面的出口来，台湾新北地方法院，好，三重简易庭，这个就是重新路，好。找得到啊！要调解你的民事啊。